这件事况。Hello，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欢迎回来巫师三狂猎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已经找到叶奈法了。那现在叶奈法要求我们就是去找我们的养女西里啊，也是这个大臣的女儿啦。哦，那我们现在要前往十字路口的旅店。那至于叶奈法为什么会跟他们合作呢？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就是要找回那个嘛，西里告示板呢。别这样叫声，怎么了？我们要到这里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我们的目标是前往十字路口的旅店。我们现在已经到了，我们来看一下。老板。跟酒吧的老板谈话，看看。我要找名叫汉崔克的人。汉崔克是谁呢？你找他干嘛？问那么多干嘛？给我一瓶酒好了，好吧？烈一点，烈酒，烈酒来一杯。喝醉了以后还能说什么？我们的这个手套有点像那个厨房拿微波炉要在端那个热食用的。我觉得来到这种不明的城镇哦，我们都要试试提防一下。你得快走，我帮你开后门。怎么了？一讲这样子，你在等谁吗？有人来了，他们是谁？要杀了我的人吗 ？Vodka。哎呦 ，Who is this？ 了不起的勇士啊！知道就好啊！等下你们所有的剑都会在我头上，好不好？没有，那连在一起的啦，好不好？你想试试看也可以啦，好不好？你自己要报上名来，还要我刀子帮你松口才跟你讲吗？来了，直接就砍了啦，拔刀斋，我们受不了刺激的，不想死就滚开啊，好不好？对嘛，喝酒时候不喜欢被打扰。怎样？他们还很轻松啊？有我们没本事吗？我可不想让我的靴子被你手抹黑啊！怎么了？怎么？我要宣示我的权利，好吗？快滚，不然我就宰了你！好了，开打了，开打了，休怕了，休怕！哦，哦哦。我用一下，我要用烧的。呜呼，休息啦，去死吧，狗带，重砍，躲一下躲一下，吃个面包，还没准备好，来吧，哇塞啦，用烧的比较快啦。OK， 颗粒了，砍劈了砍，来了。死吧啊！你知道这场屠场，如果那边男爵知道，你会做出什么事？在我能和他解释凶手是某种游荡的变种之前，他就是把这畜生夷为平地了。那家伙向来是以他体外的咒风为闻名的，好不好？告诉我，你一定知道的，好不好？别激动，你的男爵不是白痴。你们这老老百姓能够拿龙去杀了他的手下？唉，海瑟顿，告诉我，山丘的另一边。我今朝从那个方向看过去，发现那个闪耀着奇怪的光芒，大概是帝国人在袭击某个村落吧。关于汉崔克，你知道些什么呢？可以告诉我是什么事吗？是个奇怪的家伙，没有人能够知道他是从哪里来，也不知道为何来这里。他和一个寡妇同居在一起。男爵手下并非喜欢陌生人，不过汉崔克好像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出现了，这么厉害，洞悉他们的行动了。你从后面出去吧，村里还有其他男爵的手下。对啊，我们自己会照顾好自己，我宁愿你别制造麻烦。错啊，我觉得这个老板哦也蛮厉害的，他感觉还蛮有 guts 的。好，我们给他买个东西啊，可不可以？老板，你有卖东西吗？我想给你买个东西。哎，怎么会跳出来？哎，我按到了，是不是？跳出来了，不能买哦，不能买东西哦。好吧，那算了。我们先冥想一下，我们快要没血了。啊，要打要打，马上就打。五等，哦，抓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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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我刚刚在更新那个啦，
模拟市民，结果就跳出来了，想说怎么跳？哦哟，哦哟，哦，他这么凶狠哦哈！来了，强砍！哦哟，为什么说本动作在战斗中不能？干嘛？你要出去了啊？我不要让你出去、欸，我没有打算让你出去、欸。哦哟，砍就对了。本来想要抵挡了 ，OK， 夺取，夺取什么？皮革，哦哟，长剑呢？哎，没办没办，上一起上一起上上什么上什么？哦，大啦！你还没上就死了，棒会削蕊啊！趁这个时候猛攻猛砍，轻重交接，哇塞！熄灭，夺取，他们都拿威伦长剑，我可以卖掉、哦。这里面应该还有东西哦，对，没东西了，这么弱，这样就没东西了，好吧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告示板，告示板，所有人，哇，妻子失踪，这个拿了你就可以去那个了哈，我们先拿好了，反正不一定要接受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先去找，看一下，我看一下这个任务好了，都好像还蛮多的呢。任务的部分呢，哦，十几的哦，这么难哦。我们先追踪西里好了啦。对啊，不然太难，等一下我们要死翘翘。先跳回来西里。嘿，等一下怎么不能按了？喂，我要用西里就好了。好 ，OK。那我们现在是要先厘清是否还在威伦，对不对？看一下，哇，不知道干嘛。这个、啊、线人啊，我们先做这个任务好了。500多步哎、欸、啊！我们先那个搭着我们的萝卜，萝卜 ，Let's go， 萝卜，萝卜是哪一座？萝卜，萝卜，哎，萝卜在这里，萝卜，哎呀，躲在这里面干嘛？怎么？谁叫我等一等 ？OK，Let's、okay, go。好啦，我们现在前往这个海瑟顿村，找名叫做汉崔克的密探 ，Hendrick。我们现在装武器已经快要坏掉啦。我们现在从这边 ，go go go， 冲啊，跳啊！你不是会跳吗？对不对？跳，这比较快啊。哦，有河水，没关系，我们越过吧。Come on， let's go。过不去，好，算了。我自己过去好了，我们用有的，然后等一下再把他叫过来，这样应该就可以啦。来来来来，其实还蛮近的、啊，300多步就到了。Go， 好吧，叫过来，马儿过来，萝卜过来。哎，明明就可以过来，刚不过来啊？来 ，Go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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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我们两把剑都坏了哎、欸，这下该怎么办才好？继续走，巫师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剩100多步而已哟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萝卜又发现什么了吗？我们赶快前往吧。旁边有东西，旁边有怪物，我们先不管。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海瑟顿村。大热天深不见底，底下还有雾。哎呦，狂犬病狗，烧一下好了，好吧？烧一下，呼呼，烧吧，狗狗，狗狗，狗狗狗，还跑？哦，它咬到我了。还有吗？跟他谈话。别打我，先生！你是谁？哎呀，干嘛？他害怕我们，我们长得太凶残了。
Calm down， 我们施以咒语。太厉害了！你是谁？接着过去，永远不恢复。哦哟，他马上变振作了。我们试了那个咒法，让他就是忘记过去了，就对了。汉崔克，他不在，他在那小屋被抓起来。你真该听听那场声音。我从来没看过，没听过一个男人这样的惨叫。他受苦受的惨呐，到底是受了什么苦？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。慢慢来，告诉我这里发生什么事。他们被掳走了，被谁掳走？啊？怎么了？被谁掳走了？为什么我们要找的人都这么难找？那时太阳正要下山，天空变得鲜血一样红。怪了，我怎么听不到蟾蜍的声音？为什么听到蟾？哎呦，花旗呀！怎么了？现在叙述给我们听，前一天就对了，在前一天的事情哦。号角响起了，此时干嘛干嘛？他们要去哪里？快进来，快进来避难！发生什么事啊？哎呦，是狂猎！哇塞，狂猎好恐怖哦！看起来，哇，冰晶的呢啊、哦？怎么会这样？水晶战士哦！哇塞，我们会不会被发现呢、啊？除了恐惧以外，我不知道这里发生什么事。我先听到汉崔克发出尖叫，然后祈求。到最后他呻吟，他除了呻吟什么都做不了，这么严重。然后整栋把他烧掉了。我们来得太晚了。这个就是汉崔克吗？我们要得到的线索。居然被先辈，哇塞，直接给他背刺哎、欸！太狠了吧，狂猎太狠了吧。这些狂猎是人吗？还是也是变种人？哦、穿的这样子，哦，怎么了 ？Shit! What shit? 恐惧并未久留，但村庄仍像严冬一般寒冷。你们离开的时候，他们离开了，你人在里面吗？我绝不会再走进这里。Never。愿你能找到安宁。告诉我啊，不要告诉我。哎，他还不知道、啊，没办法告诉我。我们继续寻找这个叫做汉崔克的密探，这边吗？这一间吗？检视一下。这是汉崔克。我拷问了他。也许他们漏掉什么？我要搜他的裤子。Pockets。有没有东西吗？裤子都变硬了。是严冬时挂在外面晾过。上衣内有东西吗？结果每一样都敲过。天哪、啊，他能像冰一样？这里没有东西。最后一样了，藏在靴子里。哎呦，会不会这样子一拆起来脚就断掉了？有 相对应的钥匙孔，所以我们找到钥匙了。圣母链利用感官能力搜索进入密穴。哎呀，这里啊、哦，先夺取一下马克杯，我们获得马克杯。进去吧，看看这个密穴里面到底藏了什么。有空气在流动，这瓦砾堆下面一定有空间。太厉害了，所以我们要下去了。OK， Game Down。啊！我们摔下来了，哟，还蛮大间的呢。阅读：失踪人口塔玛拉·斯特伦格，血腥男爵之女，所以他要找他就对了，可以得到丰厚的赏那个赏恶赏罚。什么东西可以拿？克朗，嚯、哦，好多钱哦！贵重物品都没锁，就是陈列的。他失去，这还是点火点火。还有什么？
这还有小房间呢。不行了，过不去了。还有什么呢？检视。哎呦，还有密洞。Interesting。空啊，这里是藏了什么？这里还有小密道哎。检视。有一本书，是书吗？一本账本。买一袋谷物所支付的款项，一批煤炭代缴的金额。哎呀，原来这样，他才有那么多钱。这是什么？隐藏于各项账目内的笔记。聪明的呀，果然是密探，不会让人家露出马脚。所以他其实杀死他们也找不到什么证据。Interesting， 务必谨慎。有人在监视我，我不知道是谁，也不知道为何。Unsettling signs. 哇，这必须要很有学问的人。狗跑了。天空出现了奇怪光芒，这是凶兆。哦，好多种，跟一名女巫冲突，目标抵达沼泽，遇见女巫。冲突接踵而来，原因不明。找出女巫。米德考普斯村。哇，这么嗨点没？喝醉了酒。自身难觉的家伙，请目标到他的城堡，或者该说非法占领的堡垒。原部去乌鸦窝，乌鸦窝。斯凯利姐，洛维格瑞也有目击证词。目标外观并无改变，灰白头发，脸上有疤，哎，就是我们啊，对不对哈？看来全部就这样了。他们似乎发现汉崔哥在寻找西里，所以才会拷问他。太累了，所以现在是线索只剩下男爵，还有那个女巫。糟糕了，感觉剩下的都是不容易的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前往这个男爵的城堡。哎，哇塞，会不会去来不及回来？你现在可以上去吗？哎，有楼梯，有楼梯。使用任务完成，尼佛加德的线人 ，OK 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前往男爵的城堡。哎 ，Oh my god，Oh my god， 我们的那个都还没用哎，这可以把它烧掉吗？我们烧烧看，好吧，烧不掉。刚看到这边有东西，那是点火的，好吧，我们先用我们那个物品栏里面有一个东西，我有看到可以修理的，这个。啊，这个只能修理身体哦，错塞了，那怎么办？看一下地图好了，世界地图，可以拉近吗？不行哎，好奇怪啊。好吧，那我们先前往男爵的城堡 ，Let's go， 走吧，走吧。什么都去吧！啊，好啦，看来要是一场硬仗了哦，好不好？我们真的很不爱走马路，很爱这边穿梭。穿梭进行曲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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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等下到外面的时候，我们再来休息一下，冥想一下，把我们的体力恢复回来。不然等下如果真的打起来，哎，真的是吃不完兜着走啊。然后顺便要存档一下，这个游戏哦，如果不存档你就输。哎呦！哇吼！哇吼！搞什么？哇吼！射箭呢、欸？哇吼！快跑啊！我现在血不是满的。好，我先下一下，待会就跟你们打。冥想啊，不能冥想了，为什么？我现在战斗状态，这应该可以了吧？还不行哦！快跑，我们跑远一点。好了，可以了。冥想。OK， 好，我们跑过去打了啦，好不好？看看你到底什么东西呀、啊？这有是不是有问号？我看一下，这个啦，有这个强盗营地耶，说不定会有什么好东西哦，说不定可以修理我们的剑哦，好不好？走了、啊，怕什么？再打一打，我们的东西就坏了，不会？又找不见了。OK， Go， 100多步而已，
冲啊！到了，到了，我们准备要打，我们等一下用那个防卫护盾，比较不会受伤，比较不会撩血。毕竟撩血对我们来说不是好事。哎、欸，我跑错边了，奇怪了，我在跑什么啊？啊！哇，我会跳，跳好高。来来来，就在这边而已啊，刚刚跑太远了。七十几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你们了。闪一下，我闪一下，哇、哦，好多个，好多个，逃兵呢、欸？哇、哦，给你造姐，给你造姐，太多人了吧？这样怎么打？我换一下，换一下火焰。哦，哎呦啊，闪闪，还没满，还没满，还没满，我一直以为满了。来打就要逃，打就要逃哦！我们打就要逃，我们小心一点，躲猫猫，躲猫猫！你干嘛还挑衅我？烧吧！哦哦！哦呦，快跑快跑！赶快赶快换一下反应！来过来，来啊来啊过来啊哈！快跑快跑，好恐怖、哦！芭比哦啊，我先烧你啦，芭比，我们就这样逃跑哦，被射了啦，是个 apple。细啦细，哎呦，又在偷射又在偷射，哦，不要偷射了啦，好不好？高弹，烧吧，烧烧烧！我砍我砍 ，yes， 砍死一个了 ，all right， all right， 你们要死了你们，我跟你讲，火力系，哦吼，春风吹又生啊，哎呦啊，我快死了快死了，别让他有喘息时间，也要你们砍得到我、啊、好不好？给你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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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烧 ，Yes baby, Yes baby, Yes, fucker, Yes, 一个，哦呦，我们把它砍掉了。来吧，最后一集了，烧吧，趁他在烧的时候，我赶快砍他，想要砍我啊，重击，重击，重击，哎呦，我不行不行，拜拜，拜拜。拜拜啦！神梯印第安战斧，嚯、哦，好多东西哦！哦，我们拿到好多东西哦，没败哦，还有宝箱，嚯嚯嚯！是有狩猎库、蓝土狩猎库，哇、哦，这个东西真的太多了！哦，没败，还有吗？应该都拿到了吧？这屋子里面应该有宝藏吧？我在猜，我们进去看看好了。先冥想一下哦，不冥想太危险了。OK， 然后我们存档一下，存档是为了走更远的路。OK， 皇帝是不是 ？OK， 哦，这里好像很多药水一样，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可以拿。无辣椒、蜂草什么什么，都是食品。哦，好多哦，还有吗？这有个东西，夺取蜡烛，得到蜡烛，可以没了。好啦，也算是一个不错的地点啦、啊，让我们得到许多东西。那我们现在呢，继续前往我们这个男爵的城堡。Let's go， 城堡城堡。我们现在要找到西里，就得只能那个靠这些男爵了，好不好？还有一些那个巫师，那到底巫师是在哪里呢？总之，我们先去找男爵就对了。哎、欸，错了错了错了，这里 ，Go， 跑啊跑啊，萝卜你跑啊！剩下100多了，快到了、欸，城堡快到了，城堡没有想象中的远啊。OK， 到了，这里吗？会不会等下打架？新书签乌鸦窝，怎样？
寻找男爵，已经到了，叫罗伯在外面等就好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们要砍你们！孩子，把门关起来！这么害怕我们哦？不要这样子嘛！这里应该可以，到时候可以帮我修武器吧？有人来了，有人来了！我要先上去，我不要在里面打架，并没有想要打架，好吗？还被他们发现。在这边哦，啊，这样怎么上去？要绕路上去。哦哦 ，damn it！ 快点啊，出不去哦，要打架了、哦。歇了歇了，男爵的手下是不是？哦，够疼啦！先打那个十字弓的，没有没有了，只会射箭，对不对 ？OK， 可以了。来，我躲，烧吧。What's that？ 啊，躲打，趁现在。哦，好痛哦，好痛哦。他怎么这么强？我要趁他挥我们的时候，快快趁，就是趁现在，趁现在，快跑快跑。哦，你敢这样子弄我，我就烧你。耶、yeah! 欸，他那个盾也太强了吧。快跑！我们打一两下就要跑了。好、哦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哦，他怎么都烧不动？跑！应该是要把他打死门才会开吧？哦，他撞我，他撞我，他撞我！哦，好痛哦 ！You hot shit！ 我砍！哦、我小心小心，反正他一过来我就跑，然后我就趁现在，快快快！哦，很烦呢、欸，烧不到。哎呦，哎、欸，快点呐、啊，很难砍呢、欸。冰呀、啊！哦，老是这样子。歇着点啊、哦！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哎呦，哦，中了！看你多高！来吧，来吧，中！哦，我们抓到诀窍了啊！因为他是左撇右撇子嘛，我们从这边躲趁机、哎，来不及了！哎呦，被砍到一刀了！啊，哦，歇着，歇着，啊！越是要赢了，就越大意了，怎么办？砍，跑，不能输，不能输，不能输，我怎么能输呢？我是堂堂的兽魔猎人呢、欸。男爵手下一个三级的搞这么久 ，What's that？ 来啊！哦，那。你才惹毛我嘞！中了，有机会！哦呦哦呦，给你找哦！排成一列，谁跟你排成一列？中！哦呦，好啦，烧死你吧，可以吧？哇塞！来吧，最后一集了，我等你过来。反杀！啊、oh, ，no！ 我会不会死？我会不会死？如果因为这样子死，就太逊了。嘿、欸、嘿，我们成功了，各位！他们都拿威伦长剑，我可以过去了吧 ？Yes， 我们过来了。哎、欸欸，大家冥想一下。哦，这个不冥想，等下就挫赛了啦。然后我们先存档。血腥难解，是不是血腥难解 ？OK， 游戏已储存。好啦，我们已经来了，男爵就在这里了。Horse， 站住！男爵在家吗？干你屁事！开门哦！我们听说十字路口发生的事情，不让我进来，是不是？
哦，我们要寻找就是另一个方向。好吧，去村民看看，或许能帮助。好吧，各位观众，今天呢，我们就先玩到这边。下一集呢，我们就要潜入这个城堡里面，把男爵给拷问，好不好？告诉他到底是什么事情，告诉他到底西里在哪里，告诉我们大家，拜拜了。